啊，有人五花四散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多好装，好多，多进一下。还有牛排，两下扎不死哎、欸，两下不行。我刚是大概一次哒哒哒哒哒四五颗吧，然后就坏了。先放进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怎么丢了都没用啊！丢头上，丢头上。你要远，他丢头，因为他本有遮蔽物。要保持距离，还可以丢。哇，吃我钱啊！这个。买五颗，炸死！又有人来了，从左侧，从左侧来了，又是两个人啊！一下就死掉，笑死！之前那个哦，在这边，旁边三只装备哦。搞的话，你老师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中间，中间，有够难打，真的有够难打。哦，他被炸了三下就走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不。他妈四千分了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我的分数一直没起来。哦，听到爆炸声了。我们去。带个五颗出门看看。补一下，加点多补一点。我要去买炸弹。什么？突然会幻觉？幻觉？对啊，我在我们家里面有幻觉。还是他们偷放那个他们的？有吗？哦，那个他们要玩。对对对，我们家前面有一个被放。不，左边的那个。啊、左边、嗯。哎呦。左边那个。这一只哦。又算了，我们来玩这个吧。玩什么？这只家伙好难打、啊。好。啊，一直从左边来啊！炸！炸的啊！全部零钱买炸弹哦。对啊。爆死！好啊。而且一直从左边。在外面吸炸弹攻击。对，要从左边把它锁住了。放又回归了啦，小鸡鸡耶！又来了。丢炸弹喽！哎、欸，有没有带稿子？左边的那个要那个啥？左边蛋城右边买个炸弹，蛋城鸡盘啊！你先跳过。那不是被挖掉了吗？哎、欸，又掉下来。被放回去。哦，你说他们家左边那个是？哦，家左边的。哦，我们家左边的壳。我的天哪、啊！铁不够用了，铁为什么叫铁？铁不够哦，你是那个哦，买核心啊，上面的都顶光了吗？快，就是一直被挖掉，然后补回去又被挖掉。哦，对啊，我旁边很多绿宝石，这边有红队核心啊，又来了又来了。哦，你可以买的哦啊啊！双子双子，哎，再挖，啊不挖。我看到杰瑞死了，杰瑞死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按错，按到烽火台啊！你直接烽火了吗？哎、欸，他回去了。他回去了。嗯，杰瑞死掉，我拿到他的那个。可杰瑞装没有很好。这个回归死的是太 OP。对啊，虽然他有消过，可是我还是觉得。这小炸弹怎么好像没有很厉害？我刚刚丢了巧克力三下，他还没死。那个应该是巧克力的装的关系。我感觉他超了四五颗。对啊，因为杰瑞的装是就也没有特别附魔，可是也是要炸三下才会死。骗人啊！不是说炸两下就死？全程装两下就死？骗啊！周泽，周泽，不实宣传啊！他说一正常情况下哦。广告不死啊！正常服装情况下。他是说钻石装欸，不一样，钻石装就是他没有说附魔啊，没附的，没附的也是炸三下啊，我炸杰瑞也是炸三下、欸啊，就炸三下呗。我要偷跑去对面，看哦，我们这边不用，我要去挖核心。好、哦，我们家看能不能逆转了，有点难，对，我觉得难，这个我还没补。
下还是我们刚才真的直接换成雪的炮弹冲过去炸一波算了，炸一波了，狗狗可以啊，炸一波，然后输赢不重要的，输赢就拿佛。要吗？要的话我就全部领出来哦。我已经领一部分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准备喽，把它带来左边喽。好，我也来领一下，炸好了。怕被带去右边。右边哪种？在左边右。右边，小七，哎，箱子里还有哎、欸，我买了两个盾，干嘛？不知道，可能你想飞吧。双盾会比较强一点。三，哎呀呀，带一半过去，箱子里还有六颗雪球，想玩的可以拿。嗯，我拿了。那我们现在在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我看到了，它在上面。对面是哦，直接被炸死。还应该还有一个，应该还有一个。还有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。在哪？在左边。哎呦，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动它怎么没有用？丢了炸！它就没有用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！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，你站远一点。要远一点，它很近丢都没用。不是不是，这有问题，这绝对有问题。妈妈不玩了啦，回归十个。不玩了啦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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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出去。投降投降投降，二十头啊，二十头啊。我们是五千还是六千？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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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千没有，哎，我们把他们的红色。红色拿来放我们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！放一下放一下，帮你们加分了，帮你们加分了！没有直接用他们的稿子挖掉我们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去对面抢，对面全部领出来的啦。对，抢稿子给我们啊！抢一把他们的稿子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身上有稿子，他们的核心，我身上有一个。到了啦！不玩了不玩了，他们上来先抢他们。就问他用几次回归时啊？算了，我要去玩农场了，拜拜。我要逛完炉石了，水了，我要去浇水了，再见。我玩炉石了，耶，yeah, 长大了，收菜。哎、欸，我领了148颗粒包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刀子一个。我们猜哈。天啊，有点忙啊。给他炸，给他炸。炸弹超人，小鸡鸡耶，一直回归时，一直回归时啊！回归时太才是太强了啦！可是不，没有可是，回归时也没有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该炸没有可是，要变炸的快就没有问题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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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炸六颗。如果贵的话，你怎么会一直用呢？嗯，因为可能不够贵，差不多啊。后期的前期都很多了。对啊。所以回归时不贵啊，炸四颗才会快死，五颗就会死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炸你那么多下都没死啊？对呀、啊，因为还有克那个啊，我们有战神加上金苹果的抗性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真的你完全没有扣。没有没有，有有有扣很多。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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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看不到。我没有记录档，来来来来来，记录档去看。我每次都是极限逃回去。那是前期啊，你后期真的是炸不痛哎。对啊。我丢了你起码五颗，你跟我丢了你六颗，全丢光，你都没死哎、欸。要看有没有炸成功。你们后期几乎好多没有炸成功，爆啊，就只有炸一点点而已。爆炸、啊，爆啊！因为我后期知道你们全部都在换，然后所以就躲在那个有遮蔽物的地方，伤害其实就没有出来了。我躲在有遮蔽还是炸死哎、欸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要看要看，因为它是正头上，而且为什么你们有神器？什么神器？对啊，你们怎么有神器？你开始拿来石头，那个没有啊，燃烧方块没有啊？啊，箱子没有看到，没有啊？我们箱子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。我们箱子手上那个有两颗哎，那个迷宫里面的秘宝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有秘宝？哎，你们没拿哎？在哪里呀？那个是贼发现的，哦、很可怕，很难找。我们以为有拿到哎、欸，因为我想说没有啊，我们拿的就是这种。因为我想说繁星有拿到剑石，我以为你们有拿，你知道吗？剑石是你们掉的啦，掉的。那东西也没有什么、啊，你们 TP 我就可以看啊。每一个主导都会有那个啊，都会有一个秘宝宝箱。
我也是很偶然，没空，我在收菜。那个石头后来几乎在你们那里，我们这很后来又打回来了。没拿、啊。那个是很后来才来我们那边。你知道几张？这个超难拿的，这个一直会摔死。哦，为什么这边是陷阱，然后你不走了？被困在整个被困在里面。你以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狂摔？你们还没干到中间？有啊，有啊。然后我们困了，你们超慢才到中间。那为什么你们会知道那边有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走，我就下来，然后发现这边就有一条路啊，我想说试试看，结果就发现里面也有这个小孩。我是从正中间走到你们那里，然后死了三次。我要把你们放那个巨壁挡住，然后结果一直放不了，然后你们也一直都还没干，我就想说不行，还有机会，我一定要过去，然后又摔死。完了，超频。所以这些拉杆有什么用啊？不玩。拉杆，一直听到声音。一直有那个声音，可是不知道对啊，我可以观察的模式看一下内部构造吗？他没有什么，他只是动好玩而已啊，没有实质意义。哦，骗人的、啊，他有推，还没做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只是一般的推一般一个箱一个那个方块而已，然后傻眼，傻眼，毫无实质意义。哇，毫无实质，没有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下次就会有实质意义了，搞不好、啊、就有那种盖玩，永远不要这样做的。真的，那个拉杆，我们超不敢拉，我们躲得远才敢拉。然后我们一直有拉、欸、我想说到底是哪里，我想知道它到底是。因为我怕一拉有没有下面地板全没，然后直接摔死。一开始摔死也没差。心理压力超大。这啥耶？在农场了。农场。而且其实我们那个分数放太慢了。对啊，趁现在。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个我们右边的路啊，我一直跳那里，因为那边刚好有一个南瓜挡着。南瓜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们话说我们刚最后目标是拿到你们的稿子，把我们的核心都挖掉。对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但是你们阻止我们，要很炸，要很炸。你们一直拒绝让我们达成希望。哇，中间这个，但是这一个主导太 OP 了。这个主导真的很难挖核心，因为那个守卫太多了。对啊，好难挖的。而且因为回归四个守卫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后面两只打死一只才有办法。对啊，你要用回归石。对啊，都给回归石的怨念。你知道这个岛其实超难打，你看我一开始还有死，因为你没有回归石。战场太难了，一定要靠，一定要多用啊！好啊，对啊，一定要。好了，也是啦。下个版本还用炸弹轰炸二零，而且我告诉你们，一拳间谍，我操，我二零，怎么了？他那时候炸我就反把二零给炸死了。哦，那不是你炸吗？不是啊，我们那时候没炸弹啊。然后我每次看到一拳手上有，这假的，所以我就回归死了。原来，你在往后，然后结果他就炸你，炸我，然后炸死你。不是因为那时候我雪球棒不知道为什么他丢才是普通的雪球，是我丢啊。嗯，他有防呆哦，炸自己人不会爆哦。你是炸我才炸死二零的。原来是这样。看记录档喽。超八级，对啊。啊，观众场，观众场。好。下个版本拜托不要有回归。拜托。拜托。如果回归没有回归时都不能有炸弹的，不然的话炸弹太强。不然一个人只能用几次？观众，不然就来个 CD 时间。CD 时间跟技能一样、啊。还好你炸四颗，我就要回家重新重跑。哎、欸，一个回归值多少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有算价格的话，感觉就是没有啊。四颗雪球七十是二一，哎，七十是二一，好像七颗嘛。对，一颗七块，二一二八二十八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回归值24。你用28就可以逼迫一个人回去，而且你再多一颗就会死掉。可是主要是战神加金苹果，你战神一定要打掉，不然的话有抗性又可以更抗了。嗯嗯，其实有几次我就是被打到，真的有几下是打到不会痛，可是然后小雨还是丢四颗，我回归是来不及用，我就死。就是伤害造成。嗯，所以观众是要蓝队是不是？蓝队啊，我们红队。他这边围起来了耶，是要打掉吗？没有没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要先盖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前往跑酷跑酷地图吗？对啊。哦。彩虹色、欸、怎么会有路啊？这个太烂了。哦，看到。这都是最基本的。没有，这是预设啊，这是预设的。怎么有路太烂了？是什么？混沌。现在连路都没有。我开始种田了。啊有啊，被敲掉了。被回归时期了、啊。但是被敲掉了，不是没有啦，被敲掉哎、欸。
而且法师你那边摇头明射射那么爽，我都说不要，只想可猜。那法师还在丢牛排，你在那边先打人的，你那边摇头，丢牛排。我说不要不要。你先动手才打你的好吗？我道歉了。